哎呦，即马啥物经验哈？无即马是要安怎啦？无即马是要安怎？哈，无要安怎，就是要补光念念。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哈，这样子是有点浮夸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也必须讲一件事情，作为一个专业的影像制作呢，没有补光呢，那等于没有化妆。好，你要千万记得，因为有光走偏天下，没光寸步难行。没有光的情形之下，你怎么拍出好片子呢？尤其加上 GoPro 本身呢，它是一个小 sensor， 这么小的 sensor 呢，在晚上的时候，还有低光源的时候呢，它特别特别的吃亏，它会撒胡椒盐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么你为了避免撒胡椒盐，该咋办呢？哎呀，跟大家讲一声哈，补光。那么它要补光，因为这个是GoPro 7，那么再加上了一个是 M4G 的这个装备。那 M4G 这个装备呢，是目前地表上 CP 值最高的一支三轴运动相机专用的一个稳定器，有侧四分之一孔，底四分之一孔，那么拥有很多的性能。尤其你要直播的时候呢，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为直播而生的装备。为啥呢？哦，这里跟他连线开直播，这里就可以进行回应的动作。那么你要直的、横的哦，它都可以哈、哦，直的、横的两相宜哈、哦，自用送礼都可以啊、哦，直的。但是记得哈、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动作哈、哦，往右拨，按两下，回正，好不好？那么按一下呢，模式键按一下呢，哈、哦，锁定，左右跟随，左右跟随，好吗？按两下，按两下叫 PTF。Pan, Tail, Follow. Pan, Tail, Follow. 好，按三下，一二三，叫 AL, OLOCK. OLOCK 什么意思呢 ？OK 啦，我们自己要入镜，锁定，锁定。好，这个建议不要用。听好，有一个小美角哈，我们要在哪里用它呢？按四下，一二三四，看好哦。哦，四下不得了了，一。二三四，好，试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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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麻烦再锁紧一点，好，这个再锁紧一点。我们这个没有锁紧，锁紧就可以很好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只要，你看了、哦，我刚刚破水平哈、哦，我刚刚是在破水平的状态下，破水平的状态下不能够临时锁定。好，我们再按一次，模式键按一次，叫做 Pan Follow， 我最常用的，因为上下比较少用到。我偏 follow 会比较常用到，好，我偏 follow 用一用之后哦，这个键按一下，往下拨，往下拨它就锁住了，全部都锁住了，它就锁住了，好，锁的不要不要的哈，比锁喉功还锁，好，放掉之后它就回到正位，好，这个钮呢往上推两下它就是归正位，往下拨着不放呢它就是临时锁定，好，放掉之后你看它随时又能够进行偏。Follow， 好，最常用的用在哪里？按两下，一二，按两下。好，我随时跟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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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着镜位走，跟着镜位走。好，我要做直线的时候呢，下面拨住，各位看一下，它马上就锁住了，马上就锁住了。这个在做直线稳定的时候非常好。好，今天呢 ，Hyperlapse 很厉害，可是如果你手拿的时候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画面就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，而且呢，唰唰没碎。好，所以 M4G 搭配 GoPro 7呢，还是 NG 被拄到关老爷这个概念哈，完完全全契合的一个组合，可以让你稳，很稳，非常的稳。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下呢，价格不高，两台机器呢，在这个年代呢，2018年的第三、第四季，他们结合在一起，创造了一个标杆跟历史。就是超稳定的画面终于出现了，好不好？那么，M4G 呢，搭配了灯光，搭配了 GoPro 7 Verb 小蚁 SJ， 通通都可以用 ，HNK 也 OK 的。那么加这个十块钱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加这个十块钱呢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你不加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平衡没有百分之百。可是加了十块钱之后呢，它的平衡可以居然可以做到了一件哈。哦，完美，完美，这条线只要平的就是完美，那么就会很省电，好吗？好，再来，
你如果说要给它充电的时候有个麻烦，因为 GoPro 7的充电线非常非常的硬，硬的不得了，没有办法充，所以你要去找一条线，就是 GoPro 用的 Type C 的线，是很软很软很软的，你才有办法透过这里供电，这里供电给它充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平常口袋记得放一个行动电源，如果是工作的人，就是没事就是行动电源拉着把它插着啊，不玩的时候把它弄掉，不然你就是换电池。那么我现在在制造这个线，这条线哈，软软线供过来，让它能够长时间供电使用。以上呢 ，M4G SwiftCam 呢搭配了 GoPro 7呢，在这个时代呢进入了另外一个黑科技的一个组合，补光、收音、直播监看、4K 录影。4K60P Hyper Smooth， Full HD 240P 的超 Slow Motion， 再加上呢，它的晚上夜景拍照很厉害。那么我们后面会有一大堆 GoPro 7的缩时摄影，还有散景外挂教大家玩，还有呢口袋型的水平套件。那么一系列的 M4G GoPro 7呢，将在未来的几天，一直会有新的亮点出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